刚提到说那个沟通还是劝导也是的，成长也是的，从一开始就是爱情长大就开始，然后上班就绝不能想装我不行，与其你当场把这个事不如你说他，那这个是通常的推荐，不是不能理解，对我就是做主，然后对他，那就基本不同吧，这通常你牵涉的比较好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没有经验，我就是这样。如果当时没有空，我现在就不打算，我跟你说二十年，我就打算十年，通常也是要解决，不一定死。戏啊，去看画面啊，看情节啊，对吧？看电影，看电影，看电影，是这样。就是那个，这里大部分都是，他就是重心过程，
然后你看很难救，比如我拉伸抬手都有特别不舒服。我要开始踢下来之后，这个就是，哇，这什么踢都可以，如果往脸上都伸下，也是可以的。他都在下，也可以，一上一下。你这个微观你是什么？但愿此时如果我是忍住一下，忍住一下，忍住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的话，不管如果，要相信他会这样，而且要放心。Thank you.